李健，到你了。护士，你让他先看吧，他好像比较严重啊。啊，你说谁比较严重啊？今年，著名亚洲恐怖片导演唐永健有四个借条要提醒你。第四戒，他们一直在你身边。 三戒，真实没有想象中简单。第二戒，千万别让他们碰到你。 记住，我们的第一戒，这个世界是没有鬼的。究竟什么叫第一戒？看事情不能光看表面。这段日子，我孤零零一个人，真的好辛苦，好辛苦。 人家是警察，我也是；人家抓贼，我抓鬼。究竟我是个警察，还是个杀手？唐永健首部亚洲制作的全新恐怖惊悚片。